他要赶错，我都可能把它吃掉。对。这个木耳从收官的木耳差不多，就被人打一下呢。这个，所以这盘棋我在想，我走的时候我去看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棋是个细棋的局面，虽然还不好讲的，但是就是说，至少黑棋也看不出什么优势来绝了。对的优势看不以出我来。想呢，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个比较关键。刚才我虽然对这个是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，但是这个呢只是一种选择。还不能说一点，但是这个地方的走法呢，我多少有点倾向于这个反对的。因为现在白棋也是花一手棋走，可能就没有如果黑棋直接守的话，被白棋跳过来这样。对，你刚跳过来，它还是薄，形状还是薄得多嘛，谁能对，这样多厚啊？因为这几个子，显然这几个子给人的感觉效率并不高，你还不如去跳了。小朋友们怎么样？对这个，我说这个，你们说支持完还是之后反对是不啊？是会明白一些？啊？支持，哦，支持，我太高兴了，我谢谢你你们。还是有很多粉丝 不是粉丝，老是站在这个爷爷辈的站在这里嘛，他们本来想反对绝对也的想支权持，威。是不是啊？因为就是说，你如果是这样，还是要走这个的话，大家对不对？我们老师跟你们讲棋的时候，尽量都是会讲的，因为现在这个水平呢，要跟你们一定一幕一幕在这个中盘的时候讲来分析啊，我认为分析不了，主要是一种大的局面一看一下，就是说，那你自然走回来以后变成这样的局面，对吧？那你还不如让他就算算了，就算他自己跳一个好了，也没什么，对吧？也没什么，所以这个形状呢，我是不怎么太赞成的。那现实际在上黑是，棋把这个守完，应该说是全盘比较大的大场都走完了。对，因为就这有一个，安个这就都其他都是官子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这两步，显然都是大官子。对。这个角上当然这个拆二还是有相当的目。然后呢就是对这块，现在这盘棋呢就是对这块还能不能产生一点压力，能不能再攻一攻他？他实战是先跳过来。所以总体讲呢，这个局面呢，我是觉得走了这么厚了以后，还是这么跳，总的感觉呢，好像这个是黑棋走的不那么自如。好像看起来思维也不是特别连贯。对对，不是好像那么自如，就觉得你走了后了以后再去攻他。那如果当初有了这个长以后呢，还有一点点好处，这个长呢总觉得这中间还有一点潜力。现在这种跳只是顶多只是压缩人家的潜力的问题。白棋只要局部能活就可以了，实战冲一个。对，他要考验你。断上来。它主要是这个是个软头，大家注意啊，小朋友看到这是个软头，这是主要的。对，要不是如这果个吃软的头话，的话，白棋就不是这个跳软过头来。的话，就绝对不能走的，被人家吃掉以后你就傻了，对，对吧？连不因回为现来在了。这个软头，你要吃我这样一吃，你一提以后我这样一长，你走不了这个，知道吧？对。等于这个子被我吃掉，而且呢，你这样还要回家，你回家了你不影响我这块做活。所以这个陈悦这步还是非常，让黑棋犯难一下。对，还是犯难一下。那实战黑棋是搬过来。这地方这个形状作为黑棋来说，最失望的就是你打吃。然后黑棋顺势对，就可以吃上来。最失望的是你打吃，你要一打吃就好了，就高兴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讲呢。我们下围棋呢，就经常的想的，除了自己对这个棋形的判断，还有就老想着对方，对方想干什么，对方希望我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水平比你低，他希望你干的好事是对你好的，那你当然很高兴，你说你一定帮我的忙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水平也是高的，你一定要想，他希望你干的
你，一定要反着。对，你独白你是要避免，嗯，对吧？我一定不能按照对方的意图去办。嗯，就是首先清楚他对，是怎么想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形状，鼓励还是非常，比较犀利，犀利，这犀是利非的一常对，点。这点是非常，嗯，非常好的。嗯，可以去接住。哦，白棋再吃回来拿了。尺，对，这是陈小艾的白棋，这个点非常是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对，这个一走呢，基本上是化解了这个黑棋的连扳的这这种个连，手段，这种连扳的这种反棋的手段。尽管这个子被黑棋吃住了，但是白棋把黑棋这个子吃住了，对，他脚上脚是大，上的目数对，他主要什么呢？我还是能活就可我以了。棋死活不影响。嗯，那黑棋也没有提。其实战士，他保留这个变化，他就在这拖了，是吧？对，黑棋就拖是了。我来之前，这好像这个都已经这个。嗯，拖一个是要搜白棋的根吗？他也就是连攻击啊，能占一点目，还是要占一点目，嗯。因为这个棋从这个，如果只从攻击的角度讲来呢，显然你也攻不出名堂。那人家因为怎么呢？人家在外边连走嘛，对不对？随便在哪走，你看这样子，你肯定是不好攻他了，是对，吧？他主要还是想，我想他主要还是不想给你这个嗯，在这个地方的实力还是主要的，因为普通的话你要挖的话，他就这个接上，对，然后呢他也可能呢就长。就在长，他就你看他就捞目，现嗯。在因为他就是捞目为主，也算是捞了10目棋左对，右，这也很大，因嗯，为怎么呢？你这个是个软头啊，对，被他一冲，你看你软头啊，所以他一定不肯挖。所以我们就讲了，那他如果走在这儿呢，大家注意这个呢，他呢肯定也是他有挖，对，一粘，随便你走在哪吧，这样白你走棋在有点难受，你在外面，他一扳又过了，对，立他的话，这个被打不能接受。好，那我们刚才摆的这两个图呢，就是跟大家讲的，那就是这个地方你就要考虑了，嗯，就是说第一杆反正是挖或者是虎，觉得都不太好。对，那你就要想，想别的办法了。嗯，这围棋啊，实际上也不断的深入的去思考，就是这么产生的。就是看到不太舒服了，那你就要选择比较。那实战白棋挡下来，黑棋再挖是黑吧？棋先交换了。先交换了一下这个，这是新手。然后又把这个提掉。这是新手，嗯，白棋补活，然后再挖。总体讲呢，这两步呢还是有效果。嗯。这个效果呢，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它，让你的形状搞得薄一点。还有一个呢，怎么说这个目还是增加了。对，增加了几目棋，白棋这个得唬住。要不要打吃？现在还没吃，那就胡。这样黑棋是把这个抢哦，还有占这个大场。了。嗯。应该说这个，从收官来说，这几个官子比较的，现在就是这个拖那个扳跟这个似乎更大一点。对，这个应该是黑棋的权利。黑棋走道可能性更大一大一点，点，大一点，嗯，这样白棋是虎出来，他想瞄着这个，靠出来哈，靠断，对，对，他要瞄着这个，这个白棋中府变厚了，反而还有断掉黑棋的可对，能不过呢，性，因为有一个前提就是刚才因为白在这走了一个，对，白棋走了一手棋。黑棋，黑棋把这个盘回来，是看着这个目数目很数，他大，还怕你这个，嗯，感觉呢，总的讲呢，觉得还是。
就这个后边这个耳炎呢，好像还是白的比较顺当一点。说银杏的当然还不好讲，但是还是这个顺当一点。进程上来看，嗯，白棋比较顺对，当。至少白棋我们讲，即使我说即使输了，我们也要讲的，陈晓燕没有这个白棋没有下得很苦嘛，对吧？对，至少现在白棋嗯，没有明显的对失对误。对。这样，白棋是拖嗯，一个。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这个太厚了，大家看到这个太厚，你想去硬吃它的话，自己就有风险。对，白棋搬。棋厚收官就相对来说就容易。吃一下。嗯，这是非常的厚实的，它把你的逆手官给收掉了，是不是啊？刚才您说的这个嗯，他搬，把你的逆手官给收掉了。您收掉了。嗯，嗯，那黑棋之前没有可能先立掉吗？应该黑棋立当然是有的，但是这个事儿呢，就是这样，因为呢，本来就是你的，他认为就是你的权利，你立掉呢，他也会走的。他是不是黑棋？当时也没意识到唉，他一个呢是在收官之前呢，往往一般棋手都是他都喜欢要去保留的变化，特别是在这几个子的这个还没有完完全全这个定型的情况下，对，他呢也有一个考虑呢，就是说，把这都走实了，对吧？立了，搬了，比如说都走实了，因为万一这个地方走需要你这个在这块棋黑棋利用的地方就太少了。对吧？你现在这样呢，就这个地方总还是黑这棋个至少黑棋，一个是对，先有手，点会有一些利用。对。本身就目数价值而言也是很非大，常大。嗯，很大，因为呢多多少少肯定有这个留着这个家的味道。黑棋虎一下。嗯，这个呢就是大家注意的，就是要逼着你硬。还是要逼着你对对，这个地方他要。现在黑棋暂时还不用担心白棋暂从这里时压应过来，该是是不太怕的，他因为怎么呢？他这样能放气。吗？气比较长，对，他要是可以不能打放气过的来。话呢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你比如说，假如我们这样讲，这样的话，这样就可能就要有问题了。如果白对对棋对，他就要夹加过力来，了，嗯，那有点担他心。就要有问题了。但是这样能放气，他就不怕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就这么最笨的。吃一个，对，这不能这样吃，这个字不能，他必须要这样搬了。交换掉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他这样再一冲出来，你就挡不住了，对，你就挡不住了，这知个道吗？被黑棋哎，一所以吃，他这个暂时还是，暂时不用担暂时心，不用怕，嗯。不过还是有，叫暂时不用怕，但是呢，他还是有这个冲这个隐患，薄的地方，薄的地方就是什么？因为将来万一被他这么一对，点，白棋没有打这个。哦，没挡，白棋没走了。那是那就对，拖白这个，棋拖那就那拖个，这个，嗯。拖一个。那就这个没有，没，不是白棋走了，白棋搬站，然后黑棋虎。啊、哦，白棋搬站，对，就是白棋没有跟着黑棋硬，嗯，然后拖一个。他拼命的这个抢关子，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是绝对不敢走的，因为气太紧了，对。只能走这个，嗯，然后黑棋吃，嗯。也是一边捞点目数，一边还是威胁着白对，棋。对他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这个威胁，下一步应该说这个打吃挺大的相当吧？大。因为打吃你包的话，他还起。是，可因为是白棋在很没多有情硬。况下是这样包了呢，觉得就弃子就能够呢。但是因为这个情况呢，这这是个我们说的带响的对，棋，把你的眼位给你铺得太对，狠了，对吧？他都把你给提的这眼位铺得太狠了。下一步还可以扳对，回来了，所以估计呢，要是真的要打吃的话呢，这个局部呢可能还得站住，因为只有这样眼位保留这个一顶着眼位很充分呢。对，可是白棋没走，现在，嗯，白棋先是在二路加一个。嗯，这是他试探试意思，探黑棋硬这手，个只能按道黑理棋是只能站，肯定也只只能能接站，按触，道理只能站，因为这个是被他一走出去，将来这麻烦，或者就这样对，走出去你也马麻上烦，断就对你出不好棋办，了，就是对，这他一定是。
然后白棋再把这个啊，挡回来了，这个他肯定是间接的补这补这个，那对个对大对对，维吃。护这个地方。嗯，那黑棋，嗯，自己补一个还是对的，这个还是要，嗯，也是有一手对，棋价值。嗯，但是白的黑的走后了，好像白的这个地方应该还是大，嗯，被他打吃一个还是大，还是挺大。嗯，白棋实战是把这个渡回来了。嗯，这个，被他打吃一下怎么硬呢？就是打吃就粘住。问题是黑棋也也没没打，打吃，对，嗯，有点奇怪。没有打吃这个关子什么，因为这个棋被他渡了，再走一个呢，心情有点不好，嗯，但是不走，被白棋跳进去也也很大，大。嗯，其他因为这些都太厚了，也这个关子这个官子大概，不是那么大，而且还不牢靠，嗯，万十一五这阵。棋左右。不，万一这个地方有子的话，你他还可有可能，因为这结太果，厚了，白棋也可所以以保留。对，嗯，比较起来感觉好像还是想打吃。嗯，毕竟吃一个，我们目前也没想好白棋怎么应。嗯，那他恐怕只有粘，我觉得，真粘，嗯，那就冲过来算了。对，就，嗯，白的黑的就这个。那因为白的这一走的话，黑的这个地方无论好像嗯，要走棋以了，这个嗯，靠断是吧？嗯，这样那压到这个地方，目就没什么了，嗯，他大概也暂时不怕，那实走什战么呢？拖了一下，嗯，拖一个，嗯，也是收官，对，嗯，白棋不能搬，嗯。只能接住。总体讲来，这盘棋呢，这个陈耀烨，我觉得，不论输赢，从我的感觉呢，是陈耀烨这个，避其锋芒，避其锋应芒，该让这个整个一盘棋，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嗯，让鼓励没有这个发力的地方，嗯，发不出力来，好不容易在这个地方，攻他这两块，一转眼他就，眼给你瞪得圆了，对，啊，这盘棋应该，陈耀烨应该下得还是很均衡的，当嗯。然这棋呢，因为我们讲了，虽然下的均衡呢，鼓励呢也是紧紧的这个把住控，对吧？像这种是后来这种尖啦，后来说这种拆二啦，对吧？这种对，呢控还是把住，但是嗯，就是这个棋呢，总体感觉我觉得是，觉得感觉陈耀烨好像还更流畅一点，就是陈耀烨把这个格局定在了这种对铺地板的这对对，种铺地局板面，不是他均衡的下的。让你哎，发不了力，发不出即力来，使有一块薄棋也攻不好，对，你看，嗯，很厚，棋也很厚，对，然后黑棋哎，是。实在走不出棋来，当然就走一个了，这个也是大，也是很大，被他跳一个也是嗯，很大，对，黑棋把这个接住了，接就在是上面。这样，这样也是意思差不多，嗯，还是因为这个被他进去了也还是大。对，白棋加一下。啊，要考验你一下，嗯，他因为怎么呢？因为起码他有这个点这个黑棋如果立的呢，嗯，话，他肯定就来点你了，嗯，白棋是不是靠一个之类的？嗯，也有，嗯。也有，从这地点一方个就，也对，马因为上点一下出，你这个三个子要被他割下来，这个头虎在这，这对，这么硬，这有子的话，这黑棋也是有一定的负担，嗯，黑棋还是粘住。不敢立下去，接住，这个白的这个两种方案，一个呢是从这儿出来，嗯，先是白棋走吧，对，白棋走，一个呢是从这儿出来，嗯。这个局面呢有，如果要是倒过来的话，如果是鼓励是白的话，我估计呢鼓励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给分段，分段，嗯，马上从这儿，对对对对。对对。那实战但呢？是呢，因为是陈耀烨，陈耀烨，对，他走他一个，是也是先交换了一下，啊，先交换一下就马上走，提了一个。这提逆收大概有个，我看看啊，现在是一二三四
五六目的八目棋，本来的话呢只有三目棋，你说五目，五目，你说五目，你说五目，那黑棋退一个，跟这个交换。回过头来，白棋还是要把这个哦，靠还是出要来。靠断的，还是要靠断的，因为我的感觉这个棋，因为现在都白的都厚了，这黑个棋，鼓励从这儿飞，对，没有正面作对，战，但飞是过这来，飞出来吗？对。他这飞出来就是，如果你要吃我吃的小了，那因为我还这还有吃嘛，那我这个飞了以后，假如这跟这连起来，这没长对，白棋了，搬一个。白的，它是都走得非常的厚，打吃，对，不能再走了吧？鸡还走？没敢接，翻过来对吃。对，我觉得它不能再走了，感觉再走的话呢，对。因为再走的话呢，感觉到它就，它就来这种，可能就强行有，的把这个围对住，对对对，我就围，因为这个很硬嘛。对，所以黑棋是打吃，他提掉，提掉，愤怒的要提掉，再粘的话被他，白棋愤怒提掉，黑棋也愤怒的打上来了，哦，白棋敢开劫吗？感觉上开劫问题，你在哪里开是个问题，知道吗？不过好像看起来白棋，刚才我们一直说白棋比较厚，白棋是现比较在厚。如果让白棋找劫，好像黑棋不，也挺不找厚劫，的。因为他后来他即使粘住了，他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。他实际上是因选为择粘你住了。走这个，他一打一冲，就把你都给包进去了。对。所以他这个棋又不敢随便打劫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万一被他邦邦提到两个以后，将来可能跟这块棋啊不死自由活了。有点影对响。你死活，因为起码他这个先手了。对，只要把这两个自己提，你看。这块棋的眼位马上就受影响了嘛，对吧？至少他这个就都先手，所以这个对，对于白棋来说，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负担。还有一个呢，他这粘的本身至少是已经跟刚才比较嘛，至少已经目都数是三目来了，又对，长了几目，黑棋这个肯定得接住。白棋是，打吃，白棋不打吃没吗？敢打，哦。他把那个吃给补回来了，把这个补掉，对，补在这儿，他觉得，下挺稳妥的，拱了两下以后呢，他就收兵，收兵他了，收兵，收兵的可话，能我也是们不这是个地方有一个，收兵，我们要稍微看一看这个目，这个呢，将来因为最简单的算呢，算他尖，算就黑大棋家把都这，对对白对，棋算打到这进样，去，对对，打成这样，这样10目，11、12、13、16、17。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目，26目呢？这个地方算它两目吧，先算两目吧，两三目，算三目的话，26就29，30、31、32、33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目大概，46，47目，48、49、50、51，这这目应个该，地方51，算个51、55。这个地方很难算，51目的算它有个两三目的样子吧，就53、54目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棋。白棋呢，八算的八九十，这个算先算10目，14。29，33、34。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，他也白的也将近50，所以，刚才说黑棋盘黑五的大概十有三五四目，三四目，我们就知道虚的现在黑呢，所以这个棋呢看起来就是，如果是这样正常情况下呢，感觉到天幕的压力，相当大，对，并且应该说白棋还比较厚，相当大的天幕的压力，那黑棋搬一个，是白棋硬对，手，这个是很机敏的，白棋就接住了。
然后，这地方他这搞得这有这个打，他就很不自由。走什么呢？黑的走。黑棋把这个打拔了，啊，他就是收官了。收官。刚才我跟大家第一想是很想走在这儿，大家嗯，很想走在这儿，但是因为对，就是这个太厚了，对，他这个万一这样走出去，他就跟你一路拱出去，你要吃不了他的话，你还麻烦，因为这个太硬了，所以他不敢。白棋是吃一个，嗯，总是想这个地方还得搞一搞啊。吃这个比吃在这儿要大是不吗？是吃它，因为吃这个对它有危险。吃这个的话，白棋接住，你都要接住我一冲，你一吃我就这样一打，对，你随便你怎么走，我就把这么一打。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在什么地方呢？问题就是说，这两个子搞不好要被它吃掉。这个要吃掉的话，这对，个地黑白方，棋这多多少少肯对，定有一至少些那个目了，实木要比那实木的这个样子。只要你把它两个子被吃掉的话，对，是实吧？战也是这么下的。这个还实是战相白棋当大就是飞的，啊！哦，就这么走的，那对，边就就这这么么下走，的。假如这边要是长成实木的话，我们可以讲的这个显然蛤蜊是不乐观的，因为蛤蜊的增加的木呢是刚才跟我们数的是这个地方增加一二三四，1, 2, 3, 4, 大概增加跟四我们目点木这棋，增加四木棋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二，可能增加三木棋。就比我们刚才点木那样的，那要这个增加实木的话，对于蛤蜊一来来说，一回，蛤蜊呢白是棋又对是便很宜有点，压力。现在这个棋呢，好歹是什么呢？这个棋啊，这儿有一个子了，这儿有一个子呢，就是说白白的棋点是这个后都手，不是先手了，对，对吧？因此呢，这个黑的呢，有可能会在这种地方，必须要深入一点才行。但是再深入也顶多也就这个位置吧，这个被他一打。这个位置危险吗？这个被他一这个好飞，像不敢。对不对？这个因对，为这个是不是被他？这个都没有用啊，一个他顶多他退一个，就扳住这个，扳是肯定是最简单的。他实际上是冲了一下，扳一个。扳是肯定最简单的，扳了以后他就但白棋打只出能去最吃，简单对。然后一扳。的。这肯定是最简单的。然后打吃，白棋是提，还是吃哟，上来哦哟，这个是已经，从这个棋上来看呢，我们可以这么初步的判断啊，这个点目我们刚才就不算我们刚才的点目，这个我尽量开玩笑，这个王先生吧，这老同志点目啊，特别在这大棋盘上点目是很不准的，对吧？经常会点的那个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从这黑个棋大这师个这样招印法，证一下呢，就看看就知道了，蛤蜊可能自己觉得不太乐观。对，有点形势吃对，不太紧，乐观，因为这个不地然的方，话白棋那么厚，不太对，敢打下来。不能，因为被人家这么打了，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个风险都非常大。对，不过相对于这个劫的压力，应该还是黑棋更负担更重一点对，吧。因为它这个平台都厚的不得了了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你看都是变成这样的东西的，这对。有眼，这眼位到处都，人家都眼位都很多。白棋打，他是不是要是契合他也要这么的？可是白棋打的时候，黑棋也没敢提，黑棋就把这个接住了，然后白但棋是贴，这个也是一种拼的一种办法。黑棋跳，但是感觉这个地方风险还是比较大吧？应该说是挺大的。风险挺大。白棋靠一个，风险很大，但是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绝处逢生的地方呢？好像中两个眼有点很困难嘛。看看能不能跑回家。跑回家的话，只有先拐。他先扳了一下，然后拐一个，这好像只有先拐。扳一下，白棋得长。这个要是被蛤蜊这地方都刨出来的话呢，这个从棋的这个形状来看呢，那陈悦悦就太伤心了。
对，本来觉得飞一个眼对，这看地着能方稳已一点。经，啊，这显然的形状是看的是黑棋，这个很危险的形状。嗯，一起拐，嗯。交换一下，然后再把这个接回来。也还有点，也还有点弹性。你还别说，不是说简单的就。不过我们刚才说，白棋点这个是后手，但是尖这个的话也是可以下来的，嗯。所以实战白棋尖一个，下一步这个不能被贴回来。那黑棋是，也还有点弹性，可是这个下来，这个里面做活好像，两个也能做活倒是。但是这个也，目就是现在有可能这样，他就只能这样走了。对。应该说也是到一个胜负关键处了。嗯，现在，黑棋先连回去之前，先把嗯，这个先把断它给掉。断了。嗯，嗯，然后把这个先连回来一块。嗯，这他个手上的棋谱是走到这的。个感觉呢，就是说，走成这个结果呢，应该说。黑棋也是最大限度的这个顽强了，对，白棋呢，也算有所得。白棋的得呢，就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本来这个地方我们算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目，我们在这儿本来有十一目，现在呢，可能这地方只有变成两目了。另外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呢，是一个什么的问题呢？这个一走以后要做，如果要做活这个呢？这样有差，白的肯定要差三目，因为他一挡你只能走在这儿嘛，对，对吧？要差三目，所差以一呢，目。从这个结果来说，可能白的也还可以接受。他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因为将黑来棋还这个实木棋万，被破了对，吧？万一这个地方一到有可能有劫能财的，吃对的，把回这个来。吃回来，对，好像感觉，虽然是鼓励尽了最大的努力。但是这棋的这个结果呢，还有反击的地方吗？我看看这种打吃没有用，白棋实在太厚没了，有用，打吃这个也没有用。这个把白棋断掉，有可能吃它吗？这没有，他这有一卒就活了。因为你要短对，大走着，后你这手个不段，能再怎么说，你把对，这个也要连回去啊。所以你攻它是没有用的。现在就是看这一块有什么，还有什么有效的东西吗？白棋实在是更狠，飞到这儿哦，那就不让他活了。了，哦，我刚才还看的，对，我刚才还看他这样能做活了。您还仁慈了一对，点，给他留条活路。可是这个呢，就因为我刚才为什么想呢？因为第一感就怕这东西，对，这样呢，不过他有这有啊。对，白棋团应该是先手，嗯，但是这个呢，这个是先手，对，这个是先手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咱们你这个白棋只能连回来。连回来的话，他能够从这儿过来。这个白棋挤一个呢？嗯，他这两个又不能要，所以对，也是丢盔卸甲的事儿。嗯，所以总体讲来呢，我们到目前为止看，虽然棋谱还没有来是吧？但棋是谱来了，来了我们看他那个，我觉得看这个看后面怎么感觉办？好像是比这个程咬金下的比较流畅一点。哦，这个飞还是直接飞还是厉害，对。嗯，如果能把这个三个子吃掉的话，那比吃中间还大，那我个人认为鼓励有点困难就在困这难局，了，就困难，还是有什走么在上面，就是有我什么们刚妙什才么说的这个问题，然后细节，对，提一个，嗯。然后白棋威胁你，接，嗯，对，这有战吗？应该是把这个劫提再回来，提，对，然后黑棋。嗯，并个，嗯，是找劫，黑的肯定是要挡住吧？白的挡住，嗯，然后现黑在倒棋，简单了，现在这个是
肯定是死掉了。算作是白棋的。嗯，黑棋是想先手把这个断开，还是？但是断开也没有什么用啊！假如我最笨的，我就这样子活了。你要是这个死了，你吃这个也没有用了。现在，你肯定是只有这个，这个人家是不是有啊？如果杀气，好像也不可存能，在杀气现的在问比他现题，在这个地方因呢，为白你棋不这个可棋能，太长了。不可能跟他杀气。这个棋还是，可能还是鼓励够呛，有点够呛。够呛。人家最不行的，人家就把这个做活嘛。这有哦，哎不对，我们也还要有一点问题，他是不是又冲了这个棋啊？这个哦，这是样打吃的，多了那也一没个有用啊，子，那在这搞什么呀？对，哎，没有那就这没是有，白棋只要抢了这个对，就没算有什么没什就么问活题了，了。对啊。我还以为一看还有这副这掐这个眼的，那没有用啊，管什对，么用啊？那所以不行，这个棋鼓励。不过这个棋从开始的看，好像就是鼓励没有发出力来。王老师，是不是最近也有一种说法是鼓励进来的状态不是很好？不能叫有一些说法，因为这个进字啊，对，都是以成绩来的英雄。就是他在国际和国内上面因的为赛事你要我成要绩是我们要是，是画画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也看到这样的，人家这画画的话，如果鼓励画画有这水平的话，谁也不能说他最近什么状态好，状态不对，好。就是你他要的看人家成画的，绩，要凡是鼓励画的，你一下子哪看得出来啊？因为我们是胜负的世界，胜负的世界呢，只要你在这大赛里面看呢，你年年失利，人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最近状态不好。人家对，不能说你这个棋怎么退步了，对吧？你不能说你这个人怎么退状步态了，堪忧，对。对，还有一个呢，我们如果完全是体力的这个竞技呢，还可以有个说法的，最近受伤了，对，我拿手上跟腱伤啦，或什么肌肉受伤啦，什么，我这成绩受点影响。所以我们下围棋一般来说呢，我们都是从这个竞技状态这个角度讲。第一，我们说不是说我们停一段，他这个棋就退步了。李世石停了那么长一段，刷出来他天天赢，人家一看，哎呦，这个神勇。对不对？那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主要是看他那个最近的这个半年以来呢，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赛事啊，他是，这成绩不怎么太好呢。我们对，觉得呢，就是状态会有起伏，但是这实际上，也是很正常对，的一实际个上要现允象，许的。我经常对，这个要有个自证。升节拍，然后提回来。哎呀，这个没有，贴一个。白棋。黑棋走，黑棋找对劫，对，黑棋找劫。黑棋能找什么劫啊？黑棋找这个劫，这是先手。黑棋现在还没找这个劫。哎，他没有找劫，似乎就没有劫可找啊。黑棋找边上这个，搬了一个，这个是黑棋的劫。一跳的话，我看看，这是个假眼。这因为他这个是先手，对，你团这个眼他是先手，还得打吃一个，对，然后黑棋提过来，白棋就把这个补活射了，返回去了吧？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呢，因为你随便走什么，他肯定是把你挖断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这个目啊，将来走这个就算我都连上，就算成这样。这个算成这样，白棋也是吃了很多目。67、8目的样子。白棋。黑的呢？黑棋这个贴目严重有问题了，大概。这下个面小朋友觉这得够现呛，在这怎么谁贴好？目啊？盘面都够呛，盘面，是不是啊？盘面是不是都够呛？一致认为白棋。对，这个一致支持这个，反正这盘棋我们从这个开始这个中盘以后，我们就看了，就是我的感觉一明白，我一明感觉就觉得，陈小野走的是比较
流畅一点。嗯，鼓励好像发不出力来。嗯，做什么呢？与其这两个没有，下白棋补活了之后，黑棋是抛哪？如果说这个鼓励这盘棋再输掉的话，那可能这个网友啊，或者是自哲就讲的这个，那变成鼓励的克星了，因为他连拿了五六次天元，对，两次之前是六连吧？对，嗯、去年被他2-0打的，这回返回来，因为返回来实际上比他首擂啊、嗯，要难得多。对，就被天元被打掉了，从底下再要爬上来，其实是很困难。一步一步爬上来，嗯、结果上来了以后，头一盘又赢了，结果又被他连扳两盘。对，那是有点，可能心里想会有点，天元也跟他下的。今后再碰到他更有一种啊安定感，对、嗯、信心更足一点了、嗯、是张黑棋挤一个，嗯，这是他的先手，嗯，他是没走，先没走，嗯，没走，难道能走这个吗？危险吗？没敢走，危险吗？还是、哦、不在上面挤一个，哦，嗯，嗯，哦，这样呢，他倒是干净一点。嗯，干净一点。他肯定也判断清楚了，现在、嗯、只要把他吃住的话，嗯，我都这个手上吧，团一个都没敢团。啊，走这个？就把这个吃住了，然后让黑棋交换一下，这样。哦，那这个是，他你就是他要保留这个不让你先手，就是这个他想、嗯、这个肯定都已经是走这个。想走的明确了，对，嗯，因为这个两步从官子的角度讲呢，好像是还是稍稍的、稍稍的亏一点，亏一点，嗯，稍稍的亏一点，嗯，亏一点卖，但也不太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地方两个少两个，跟这个打车还是有点，对，嗯，这盘棋陈小叶下的确实是不错，嗯，嗯。实战也是、嗯、其实又增加了几步棋，增加几步棋，还有一个呢，他就是怎么也要搞鼓励到这样决赛了嘛，对不对？也是要平复一下心情，不能够简单的我就认输，对，踢一个先手打一个、啊、嗯，然后白棋踢掉，嗯，这就是刚才陈小叶走这两个的意思，就是不让你这个是比你先手、嗯、然后黑棋棋现在是也没找劫，这个没找劫、啊、黑的哦，对，黑的没到、哦、黑的把这个提了，挡住了，挡住也算是找劫，翻过，嗯，后提过来，嗯，嗯，走什么呢？然后白棋是、嗯、进去，对，白棋尖一个进去，嗯，嗯，去吃住，愤怒的打吃，嗯，白棋也就把这个提了，嗯，黑的如果提这个尖呢，他就把这个粘住了。但就因为这个里边你单这个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有七目棋，嗯嗯，他大概也不肯，棋本来就不赢，哪能那样子啊？白棋提了之后，黑棋是唉，提这个先手吗？提这个应该没有，黑棋是这后面棋谱密密麻麻的，不太好找，嗯，没关系，嗯，因为我们是网络视频呢，已经这盘棋从这个棋的精华来说，嗯，已经基本上胜负关键从这个被白棋吃掉以后，对、嗯，现在这个胜负应该是比较清楚的。嗯，他走这个想干嘛呢？想打吃一个。不，他要打吃，要打吃这个。打吃这个的话，他可能这样应该这么大应该，啊。有个双活，有个黑棋的
这个犯不着。嗯。白棋引起的反倒这个吗？对。所以白棋把这个接回来了。嗯。他犯不着。嗯。然后黑棋一提。嗯。看看白棋是不是把这个，对，白棋把这个接回来了。嗯，他不跟你。啊，还是提了这个劫。对，黑棋提，白棋把这个接回来。这一来的话，这个棋更是定局了。嗯。嗯，这个大了。对，他。这盘棋，大家都看了，还是古大力好像没有显出威风来。嗯。风格被正好被陈瑶也抑制住了。呀。暂时还没有。也不用走什么了，提一个。嗯，让他这两个转，提了一个，嗯，然后黑棋是好、啊、没打，没走，拐一个啊、哦，他还上你，要你搞，白棋也就老老实实补回来了。嗯、他因为这个忍让呢，他这个棋就后手了。嗯，对。然后黑棋再把这个劫提回来。提。嗯。这仅仅是，反正现在也是处于劣势，嗯，就能撑一步就撑一步。不，他这个提了以后有先手吗？我看看这个。提完还是没有先手。对。走着走着走着走，两个一样的嘛，走着他后边吃。嗯。那他就无所谓了。对。就压压这个够大的。白棋也没压。嗯。再点点。哎，哦，刚才那个劫是不是在白棋手上？哦，那是打这个劫，不是，那不是打这个劫，说明是。不是，就是白棋刚才。他没有提这个劫。提了一手，然后现在白棋把这个接住了。哦，现在白棋这个贴。对对对。那这个是这样劫吗？应该是这样，对。嗯。哦，那。应该是这样。那就黑的要是现在是黑的走。嗯，黑的只有这个了，黑的也没管。嗯，只有这个是最大了，因为没有关子啊。嗯。空我们刚才已经顶过了，也不用再点了。我认为这个棋，精华是已尽了。哎，哦，对。关键问题是，关键是这个位置有没有黑的？哦、是白的走、啊。白棋之前接住、嗯，然后现在是会有点晕。嗯，有点晕没关系、嗯，这个棋已经。就是我们网友在这看这个棋也都看到了，这个棋已经大概，而且网友他看这个棋啊，他除了看我们的转播，可能很可能在别的网上都已经看这个棋了。嗯，目前结果是已经下完了这个棋，啊、是白棋中盘。是这个，所以这个棋的大局已经定了，这盘棋后面尽管有点小关子、嗯，其实已经无关大局了。对、嗯，是。我们是不是讲解就讲到了、啊？行。嗯。好。嗯，那请王老师大概给我们这盘棋从总结，我这中间大家听我讲棋，可能已经都讲了。应该说这盘棋，白棋掌握这个局面掌握的相当的不错，把这个大局都化解开了。嗯、然后呢，鼓励呢，我如果从明确的讲呢，我就是这个地方显然是我是不赞成的。嗯。嗯。就是、虽然这些攻的、嗯、虽然还早，但是这无论如何你要走的话也是要走这个也是单接。被人这样一打，一沾一折、嗯，从后来的危害，嗯，一直到后来的危害，都是这个造成的。嗯，一打一沾，我认为这个是很关键。这个一拖，你看被他又被人家这个罐子扔了，这个里面弄也都是这个造成的。嗯，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可能是鼓励失败的地方、嗯。另外一个从全局讲起来呢，就是陈瑶瑶的棋，至少以我的水平到现在目前这盘棋没有看到。我们说，哎，陈瑶瑶这盘棋有问题，没有明显的失误。对对对对对，这鼓励呢，我还得对这个我也提着一点异议。对。但是这个呢，我不敢说这个，但是这个呢，我可以明确的讲，这个我是反对的。嗯。所以这盘棋呢，总体讲呢是，陈瑶瑶下的流畅，更加发挥了出色一些。鼓励呢，确确实实，没有找到发力的地方。嗯。就是总的来说，还是陈瑶瑶可能。更加2-1拿天元，人家也是当之无愧。对，嗯，好，那。
那么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希望您继续关注五六网的赛事直播，谢谢。